摄影的这个软体之外，这个我们会后再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这个部分是热转印的课程，我们自主课程的部分，热转印课程，我们主要是带学生带学员去做图案设计、照片修图，然后把它做一些补充。再来，最后才能把输出到袋子上面。然后这边也是自主课程，然后这边的课程，重点是摆在电脑操作，就是电脑操作。然后，所以里面的这些，就是整个基本上整个都是学员自己做。是因为难度真的有点高，所以真正自己能够全部完成的大概只有两三个。然后到后面大家都做不出来的时候，就会用公版，让大家看到这个，这种看起来就都长一样，但是是公版。记得有。那这个姐姐她做出来的就是她是自己做的，可以自己做的我们就会让她自己做，然后真的来不及，因为我们。有交件的压力，要复印，所以真的做不出来，我就会让他们利用公版，这样可以比较快。但是他们是都有。通讯、电信、建筑、服饰，我来定好编制班那期待编制班进发通讯有钱，没有公费定好编制班要钱。好，我有好到我要去夜班，啊，有音质。我昨天早上哦，就想到一件事情，但是我快忘记了这件事情。我说不运动很难拥有健康跟长寿，除非你天生丽质。不看书很难拥有财富，除非你含着金汤匙出生。因为知识就是力量，然后就是财富。人生因为学习而丰富。啊，有这么好的课程，而且是免费的课程。让我们能够走入人群，能够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。然后要感谢教育部，包括永达是不是永基，还有那个老师都很辛苦嘞，还有那个小娟他们都很辛苦，因为白天要上班，然后晚上还要教这些。因为我们是资深美少女、资深美少男，因为我们。记忆力都不是很好，尤其是对电脑的东西，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认真，让我们能够融入社会，不会因为不懂得电脑，然后被社会所淘汰。而且他的课程越来越丰富，包括这次的仙海峰的那两个创办人，哇，我对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那个林秋鹏，他是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。然后他愿意，而且他是在小学，好像在新加坡长大，他有国际观，然后在这么小的地方做出这么多的生意，我自己讲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而且啊，他把我们的蔺草然后往国际去推，真的是越在地越国际。所以有这么好的课程，要感谢我们的房事委员对我们院里第六期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还有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同学。因为我在时间工作当中是工作，各部位的每个地方都会有协助或者沟通的部分。那像你刚才提到静态的部分跟电脑的部分，那我们建议你再看那个海友会，海友会的科技能力比那个农委会强。那么大家可以预约我们老板，比如说这个是讲庙宇的，这个是讲手工编织的，这是讲海洋的一些那个海滩上面的一些愉悦的故事，把这些导览员上架，让外地的旅客可以来我们就是预约，你就把他们当做 Uber， 那每个人都是 Uber 司机，我要从院里再到那个造桥，他就有人帮忙做那个，那这个我在其他地方还没看到过，但我觉得你们很有潜力。大部分都是把东西上架，那东西上架之后，就等着客人进来买你的这个东西。
选择啊，帮你们来。我想这个就是各地的特色不一样。那我自己现在被你看到就是这个发了你的这个成果，一方面你就持续的去这个累积更多的导览的这个地点导览的故事啊，同时把这导览。那当然是不是产业都要看你们好了，因为有些老人家可能是打发时间，不见得是要有一些经济的收入，但是这是一个好的经验，把原本我们做 offline 的买卖啊，它是在道路来做，对，那这个整个这个资讯科技的融入，大家是我觉得更有深更好。